今次呢、這個支持醫護界的行動，我哋唔係話真係一定要罷工。其實如果政府可以做到回應市民，然之後可以盡早咁樣堵截到呢、這個病毒嘅源頭，就例如全面封關啦，咁或者做其他嘅措施啦，其實我哋根本係唔需要罷工噶咯。咁我哋都唔希望可以逼到要做到呢一步。咁但係如果當萬一真係有呢個需要嘅時候，咁我哋其他嘅工會咧都會全力去支持佢哋嘅。咁我哋除咗白絲帶係一個象徵嘅意思啦，表示我哋大家會支持佢哋啦。咁我哋亦都會睇下罷工，即係開啟嘅罷工之後，其他嘅工會陸續亦都會按翻佢哋自己工會嘅時間表，都會因應翻佢哋嘅工種啊、工作性質去進行翻啲相應嘅工業行動。咁每一個工會而家都已經係籌備緊佢哋嘅會員大會，咁佢哋就會喺會員大會入邊同佢哋各自嘅會員去商討一下佢哋各自嘅工業行動係咩嘢咯。